马上出清，看看谁是倒霉鬼啊！听说今天要讨论尾牙餐厅哎，今年我一定要吃到楼下那间超贵的西班牙餐酒馆，而且我们等一下绝对不可以再让菲菲姐听那些什么快炒店肚了。真的，各位早安。谁跑？哇塞，菲菲姐今天怎么这么美啊？突然好想要吃西班牙料理哦。 OK OK， 你们都知道公司已经开始在讨论尾牙了对不对？放心，不想要吃热炒对不对？今年吃日本料理，很期待对不对？我们来讨论一下今年尾牙要表演的内容。啊哈哈！哦，我突然想到，菲菲姐，我要跟客户有会要开啦。真的，菲菲姐，那个我妈打给我去接下电话哈。菲菲姐，我突然好想上厕所哦。好啊，现在落跑的一律通通安排个人表演。哦，啊，我客户突然取消了啦。门打开比较通透啊。今年呢，我们要来表演。脱口秀，马上出清，看看谁是倒霉鬼啊！中，没中，我没中，哎，我没中，哎，我没中。Sorry， 菲姐，我没中。很好，没关系。没中都要当工作人员。各桌先上，局部是生主藏清酒。今天特地准备这一瓶不一样的清酒，来请大家试一试。橘富士生主藏清酒，它能够引出浓郁、滑顺、细致、柔和的口感，喝起来啊清爽顺口。来倒酒，倒酒啊，倒酒啊，最菜的倒。各位伙伴们，又来到抽奖的时间啦！抽出今天的幸运小组第一位，113号，有圈笔电的耶！恭喜！接下来，让我们抽出今晚第二位得奖者是222号，可以换手机了，好棒哦！菲菲姐，恭喜你，艾米好棒哦，怀思也好棒。没关系啦，明天还有机会啊，喝一点心情更好哦。来，哎，这有果香哎，而且喝起来好香醇又回甘哦。橘富是生主藏清酒啊，它在储藏前不杀菌，就在装瓶前杀菌哦，特别适合常温或是冰镇后喝。这真的很适合女生喝哎。谢谢你的酒，不过很抱歉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啊？啊不是，哎，我有说我要告白吗？是耶！小鸭鸭鸭鸭，对，礼物不够看，礼物不够看很重要哎，常常抽到那个礼物不痛不痒的，而且有一年更扯，不是老板准备的礼物哦，是让员工自己准备礼物，然后交换礼物，对，傻眼。比较不喜欢长官致辞致太久，对，下一个那个就是准备歌手都要上台了，对不对？都是想看歌手啊，对不对？然后长官稍微就是15分钟，稍微缩短到大概1分半，大家好，谢谢大家。可以这样就好了嘛，非常讨厌，就是还要花时间去准备表演，每天上班已经够累了，结果你下班还要花时间去表演。老板不要花钱去找舞者，因为舞者就是你们。对，练到爆！天哪，你
的晚餐，可是却要被拱上台去游累游累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你等待那个时刻，你根本就不能好好吃饭。对啊，超烦的，菜肴根本吞不下去。我就很不喜欢在尾牙的时候，就是被要求要一直一直一直干杯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在那么快乐的气氛当中，应该是要慢慢享受那种微醺的感觉。没有错，酒呢就是要慢慢品尝，一口一口喝，就像我们在喝这个橘富士。生主长清酒的时候，就是要慢慢的去喝。是，喜欢我们的影片就怎么样？按赞留言就行啊。没错。